Ah!
现场的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掌声感谢有六九之人和他的团队，我们的精彩的发型秀表演，掌声呐喊声。 六九之来到保定，来到我们的卓越这样一个首先感谢大家能够光临今天晚上的晚会，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让大家感受到了只有在理发店间才能感受到的瞬间之美以及动态之美。谢谢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好，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有六九之，送给他的团队，谢谢，再次感谢。 好，朋友们，今天晚上的时间呢，我们感受到了一场又一场。